再来单抠吧，反正我们就剩个甩头了。因为大家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在，没问题的，最终都会好的，这不就是个过程吗？就是多点时间练。打扮的精心，嘿，穿我的新衣，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。我当天晚上录完了节目，然后我收到了姐姐们的视频，然后我在空余我一定会把这个队形记下来。哦，太好了！对呀，我就想看这个队形呢。对呀，你们辛苦了。但你明天要早点去。对，是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就想看这个队形呢，差不多。没有老师，像吴昕他真的很辛苦啊，连着三天要录节目，第二天早上要比我们更早起去补我们前天学到的东西，可是姐姐们都没放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学会了，学会了，放心吧。走，我也学会了，队长来了吗？啊，学会了，完了，太棒了，学会了，太棒了，嗯。聪明的星星子。